咋这么瘦的根儿？疼死，脚会很疼吗？这边是 EM90 沃尔沃，高傲的姑娘。这车看着是小小的，这边看看高沃尔沃为什么有一个斜杠？我们现在是在这是灵堂。哦，原来这个东西像一个铃被一个棍儿插了的，这是领跑车哦。这是把这车拆给你看是吗？哦，告诉你哪些地方是什么钢：热成型钢、高强钢、铝合金。前面这些地方是铝合金，用来吸收能量的。中间这些防撞的，热成钢。你浅蓝的是啥来着？哦，高强钢。整体中间这个舱是比较稳固的，意思是，哦，它这个后面没有弄那么多钢，是因为它后面这个尾，反正是露出来，让咱整体拿来撞的哈。哦，这儿有。